自己来，甜甜，蒸鱼趁热吃，凉了就腥了。谢谢航航。菜啊，还是自己家比较好。加了一家去的，拓野传人。你干嘛去了？甜甜，回来。柠檬，你也在这儿啊？那天我约你就神秘兮兮的说自己没时间，我就知道你肯定有情况。怎么不介绍一下这位青年才俊？哦，你好，我叫苏格兰。你好，许思甜。 啊，小哥哥好有气质啊，这块表很配你。哦，谢谢。哦，对了，今天太巧了，陆总和宗总也在这儿呢，真的。陆总也在。嗨。嗨。这么巧，孙总，陆总，又见面了。又见了，苏总。陆总。哎，明明。 我发现苏总比你还要高哎，那怎么了？比我高的人多了。我跟陆总还真是有缘分啊，上次没和金星说了要再约，没想到在这儿给遇上了。是啊，真挺巧的。那不如一块吃吧。好啊，那什么，我换个大桌，咱们都过来走。 太好了，人都吃饭还热闹，我过去等你啊。不会，那么过去。好。走。啊，来，陆总。我还以为苏总只喜欢吃西餐呢，这中餐和你胃口吗？家乡菜嘛，在美国的时候就耗子胃口。来吃。自己来。甜甜，蒸鱼趁热吃，凉了就腥了。谢谢航航。菜啊，还是自己家比较好。加了一家去的拓野传人。我这用的是公勺。陆总说的没错，叫老外就喜欢各吃各的，分餐制。 不过我觉得咱们中国人吃饭不光是为了吃饱，更多的是一种维系情感的方式。对对对，这是情感问题。我们家明明有点洁癖，这个他有点理解不了。哎，柠檬，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呀？柠檬是我大学师妹，同专业嫡亲的。这么巧啊？真的很巧。哎，不过更巧的。 我跟我学妹的重逢还拜陆总所赐呢，是吗？那天你喝多了，是我跟柠檬一块把你送回去的，这也是我跟我学妹毕业后第一次见面。明明，你这酒喝的喝成红娘了！哎，我们这么有缘分，来干一杯！来，节日嘛，干一杯！来，小柠檬，小哥哥，节日快乐啊！